我现在要去上班。上班。对。今天穿的蛮女生的。对啊，而且你不觉得这件也可以约会吗？我觉得。所以你下班今天要去约会吗？对，因为刚好就不用换一套服装了，直接穿就可以出门了。然后你有发现我身上？还有一个很厉害，很厉害的地方，它的肩膀的部分，对，小小的性感，嗯，给你们看它细节，你看是不是很厉害？而且它有点镂空哦，它有点镂空，它是布蕾丝哎，我发现了，对啊，而且其实搭个小外套也可以搭去上班啊，对啊，对不对？然后下班之后想去约会就可以把小外套脱掉，然后还有这里，看这个袖子。因为它这个地方就很方便，像秋天的时候就可以把它七分袖变五分袖嘛，对，遮手臂很适合，还可以遮手臂的肉。哎，这个就是秋天也很适合穿啊，因为它也蛮轻薄的。那这里哦，它可以用腰身，我觉得它是很厉害，因为它可以用腰身，就会让你的腰围变很细。可以用腰身，对，所以这个应该我也可以。哎，发现这个补哦。我觉得很少洋装会有两个口袋，这边真的就是，你看你连外套可能都不用穿了，放零钱非常适合，这很适合我这种想突然想拿出零钱的人。对，跟你转一圈，觉得哎，上班心情都变好了。今天人家一定会想说，你今天是不是有特别打扮？对，因为这个颜色就是少女心喷发，对，有恋爱感觉。其实我根本没有打扮，就穿了一套就出门。30秒快速出门吗？很适合懒人穿搭。对对对对对对，因为你不用想下班时候。今天不知道穿什么时候，就靠这个就对了。对，哎，它还有其他的颜色吗？对，还有另外一个颜色。那我现在像我身上这件的颜色，我就觉得比较没有那么的突兀，就感觉可以去，就是比如说去上班也不会觉得，哎，老是不是今天穿的太浮夸、啊，太正式浮夸一点了、啊。那个还有领子哎，这里我觉得这件应该很百搭，很百搭，很适合任何场所都可以。对啊，拜拜，先去约会了。